活动嫁出去的补助，是县长王章良就任了后第一项落实的政见。4月1日开始实行，县长王章良日前到嘉义诊所关心是大人并购到嫁出去的状况。我们要带我们的身份证跟户口名簿，那主要是要检查到底你有没有住满嘉义满一年，所以必一定要带这个。那也不一定要是申请誊本呐、啊，实际上户口名簿的影印本就可以。希望啊大家啊、有一些啊、这个老人家可能资讯啊不一定那么足，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老人家嘴巴张开，那牙齿缺牙的非常严重，那或者是啊、完全没有牙齿，那我们希望啊提醒他啊、可以到牙医来哈。那政府有补助，全口40000，半口20000。那部分的活动假牙有10000哈，增加喙齿嘞哈，啊，对咱家的老人哈，不管要补物件，还是哈要食物件哈，补了会烂哈，安尼消化就会好，吼啊，对伊的整个健康拢会一个真好，啊，就是会来会使来吃哈，啊，来透过这样的一个合约诊所啊，来增这个假喙齿。嘉义县政府补助方案包括专科活动假喙齿40000，半口活动假喙齿20000，部分活动假喙齿15000。只要早的身份证、健保卡到合约院所，就可以申请到假喙齿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